咁你话系咪同我过去嘅经验系有关嘅？咁呢个好明显系嘅。因为嗰四次嘅经历，我已经去过三个嘅监狱，咁我大体知道呢个系咩地方。我亦都曾经喺里边逗留咗一段长唔系长，短亦都唔系短嘅时间。咁啊，你叫我再喺里边去生活一段时间。如果唔系太长的话，都唔会太过惧怕嘅。太长，你话10年以上咁嘅失，个人梗系唔想噶啦，系嘛？十年以上喎。咁但系即系其实总之嗰句啦，冇人想坐监，我亦都唔系抛头颅洒热血到灯蛾扑火出嚟俾个头你任斩，即系嗰啲叫做咩啊？嗰啲叫做松头，我唔系松头嗰啲人。